很多人觉得台湾把任何事情都政治化，都推给中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中共真的做了很多事情，让台湾想不仿都不行。包括在过去的奥运赛事中，其实过去在各种国际赛场上都可以看到中国代表对台湾选手们不合理的对待，那扯会旗啊，妨碍台湾选手等等的。但讲到中共对运动员出手，最重大的应该还是在50多年前的东京奥运，针对亚洲铁人杨传广一事。当时的杨传广是让台湾第一次离奥运金牌这么近，他的实力强大到让十项全能的项目为他改变计分方法，但是背负全台希望的他却疑似遭到共谍下毒。按照杨传广的说法，代表团到了东京之后，有一位不太熟的代表团选手对他非常热切，练习的时候时常替他加油，还提供饮料给他。结果杨传广喝完之后开始全身无力，尽管两天后的比赛他使尽全力仍然达不到平常的水准，最后饮恨第五名。杨传广被下毒的事件随着传出涉案人员已经投共之后才浮上台面，不过因为涉案人员已经潜逃中国无法证实此事，所以最后这件事情变得两岸间各有说辞。这个悬案随着历史将会被渐渐淡忘，不论此事是属实又或者只是一方之词，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共在用各种方法侵扰台湾真的是很专情。但当然中共可不会只想在面子上欺负台湾，像最近大纪元报道的国家重要科技产业运输业科学城运输染红的疑虑，可不只造成国安疑虑，更可能直接的影响到台湾经济。但是红媒还有红色代理人的出现会不断的告诉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问题政治化，要看经济，要看民生，不仅是淡化我们眼前的危机，而且实际上经济、民生还有政治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是划不开线的。政治影响到政策，政策影响到台湾发展，最后也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台湾从上到下各个层面，中共都有可能在其中，而我们选择性的忽略中共的渗透，并不会让事情发展得更顺利，只会加速分裂的台湾民众趁了中共的意。所以最后我还是会非常推荐大纪元时报，除了提供全球视野的国际新闻，也长期关注影响台湾的各式重要议题。尽管中共的触手不断地影响着媒体行业，但大纪元的背后没有政党，没有财团，更不受中共威逼利诱的影响，坚持报道真相，也把中共对台湾文攻武吓的手段逐一揭露。在媒体道德逐渐下滑的时代，大纪元贯彻媒体抑恶扬善的天职，减去新三色的内容，报道对我们都重要的议题。你也可以把大纪元当作众多资讯来源之一，兼听则明，不陷入单一声音的偏颇立场，让我们都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每件事情。大纪元提供事实，由你来决定你的观点。